今年抽到特产的第二奖的，他们要主办。你那媳妇我们主办，我给奖给几千块出来，好，捐给大会啊，我们就有人会接手办，好不好？好，非常的成功啊！今年抽到特产跟第二奖的，明年就是主办的。啊，你老婆也把特产的关几千块出来。好，等一下，你先不要经过哦，不要经过马路哦，有飞机要下来。对，有啊，左边有飞机要下来，真的。大飞进场。哎呀，你这几个人在弄刀嘛？在弄奖啊！把那奖给他弄了嘛？哈哈哈哈哈！咋的？那边弄啊？哈哈哈哈哈！把油开上一点。给后退了，收官了，收官了，收官了，我想要这个，太爽，而且后退了，后退了哦。你看那两个笑的在那边飞，他们两个后退啊，你。好，我们下路了，好好。
撞到他们那四只啊，对啊。